南韩女团 IDOL 推出多首热门歌曲，在全球拥有超高人气。然而团名拼法复杂，经常会有网友拼错顺序，就连粉丝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出错。而近日 MINI 登上泰国当地的 Podcast 节目，他就透露，直到今天，我们成员也常常还是会搞不清楚 G 后面是什么，是要加横杠了吗？还是要先接 I 才对？我们也常常搞混横杠的位置。而粉丝们得知后，全校反表示，之后看到有人拼错，也不要太苛刻了，小小提醒一下就好。毕竟连成员们自己都会拼错啦。